好，主播各位观众，第35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明天晚上就要来登场了。而在典礼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有系列的活动，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北市信义区的香堤大道广场前，就邀请到了最佳新人奖的7位入围者公开的现场。透过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已经有非常多的粉丝都已经聚集来到台前，等待他们的偶像唱歌了。那这次入围者当中呢，相当吸睛的就是凤小岳，因为他其实已经出道17年，过去也累积了很多的戏剧作品，广为人知，演绎了非常多的经典角色。那去年是他首度推出他个人的音乐作品，因此他也自嘲呢自己是最老新人。那还有呢，像是这个已经参战过2次选秀节目的徐伟翔，也沉寂了10年，也在去年呢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对抗病魔》，重新的站上舞台来演唱。还有非常受到年轻世代欢迎的新人王 Adam， 他也是唱作俱佳哦，不止豪砸200万元来发行他的新专辑。他刚刚也透露呢，他这次的金曲奖红毯要跟他爸爸一起来走哦。那今天呢，他们也透露了，明天就要来揭晓这个奖项了，心情如何？马上带你来看。就是平常心啊，对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期待每一个环节，因为也是第一次，以新人的姿态参与在这个金曲奖里面，所以就是以平常心去面对。嗯，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对不对？我不紧张，但有一个人超级无敌紧张，那就是我老爸。因为我老爸没要跟我一起走红毯，然后因为他刚过他的60岁，他有一些白头发。然后昨天我去他的发廊找他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全副武装在染他的鬓角跟他的发根。然后他昨天回来就整个头超黑这样子，然后他会一直在家里看着镜子试穿他为了明天金曲定做的墨绿色西装。对，特意定做一套，而且那套西装是他知道我入围的当下，他根本连没有问过我说我们的 dress code 要什么，他就直接去定了。然后我爸刚这个礼拜起码问了他20次，哎，儿子啊，你知道明天我们妆发时间是几点啊？我要安排，我要安排。所以我一点都不紧张，但我老爸超紧张，所以爸爸不要紧张，对我爱你，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平常心的，虽然说这真的是很难得很特别，就是能够入围一生一次的新人奖，对，很难得，但是不想自己的个性不想把奖项看得太重啦，对，怕自己得失心太重，主要是可以明天跟大家一起玩得开心就好了。嗯，小士林紧不紧张？我还好，我刚刚站在这边要对摄影大哥笑的时候很紧张，然后其他的我就想要回家好好睡一觉，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失眠，这样就好了。然后明天见到大家漂漂亮亮、帅帅气气的样子呀。Yeah. 很棒。换你刚讲过就换我了，可以哈。我其实多于兴奋多于紧张，因为其实。没有想到去年发这张专辑，然后会被大家听到这样子，然后可以跟这么多有才华的人。前两天我们在彩排，然后听到大家已经听到大家上台的，歌声以及演出了，然后觉得今年可以跟这些音乐人，一起共襄盛举这个一生一次的这个机会，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太棒了，太棒了。我自己也是兴奋大于紧张，然后比较害怕是走红毯的部分，因为明天要自己走，然后因为穿那种可能是比较有一点平常不会穿的鞋子，不要跌倒都好，对啊，就是也是我很荣幸可以跟这么多一样热爱音乐的人在一起入围，所以对我来说明天就是去玩，然后认识很多厉害的人为主，这样谢谢。我现在也是还可以，但我觉得我明天会很紧张，我就先预判我自己的紧张，那搞不好明天就不会那么紧张。对，然后也是很开心，就是明天就要等了很久的典礼，就很期待，大家就希望可以自自在在，然后开开心心的这样。而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项呢，也被往年视为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奖项哦。而这次入围的7位歌手，不止兼具实力，每一个人呢也是各具特色。最后会奖落谁家，由谁成功抱回奖项呢？台日新闻也会持续的来为您追踪。再把声音跟镜头交还棚内。